两门跟三是玩到一半的手游吧，我们拍过一起吧哦。这集我就直接讲手厨了。这边是叫你进人穿戴哦，哇，强制引导。手厨我要讲，我要讲，我还在给我引导。哇哩哩，慢慢下去吧。蛮不错的手游。有精英了。哇，精英副本你要强制引导一下。提升你一些战力。这把我呢？大胆贼将，竟敢杀！文谋一下。这就没人。哦，手术刀要给我了没啊？就去引导昂莱吗？啊，终于有了！手术奖励赵云。这期是做了一款蛮帅的一个三国手游了，我还蛮不得了的哦。那为什么魔兽那么夸张？因为他，你看哦，超级帅的，你看。所以我就觉得他蛮不得了，你我还有卡墙，你看哦，哦，非常不得了啊！而且他玩法真的是有够简单的，超帅。